分离，分离，是我遇到的第一个翻译难题。而家已经唔记得咗到底英文定系中文先至系原文，亦都即系话原文同埋译文嘅界线，因为译者嘅功力已经不复存在。故无论系原文定系译文，仍然记得英文系 separate pair， separate pair。都话中国人唔会将你分离式，因为分离同埋分离同音。我个人就冇呢啲禁忌啦。家人离开一个地方，你系返返去另一个地方。